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？你属狗的，是你不见我，现在倒反咬我一口。是荆州，闪开！ 我是青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啰嗦什么？不想他死就别妄动。你把他放了，他与此事无关。别管我。无关吗？他既是柳玄湖的姐姐，又是你最在乎之人。我觉得他不仅有关，还是最好的人质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种就跟过来吧！哎，明知道有陷阱，还非得往里冲。